这个中美超市没有涨过价，一直是11.99，其他地方要15块。中美超市是最便宜的。很喜欢吃榴莲，很甜的，不过有时候买到的是很少，就是不甜，好吃。它里面那个籽是去掉的，没有籽的。都拿走了，都拿走了，没有籽，这样一包11.99，我是蛮喜欢吃的。第一口，以前第一口吃的时候就是很难吃，后来一次两次吃了，哎，现在是喜欢的不得了。奇怪哦，这种东西跟以前那个芹菜一样的。芹菜刚刚吃的时候就是就感觉像药一样的，然后后来那个芹菜一次吃两次吃就是习惯了，很甜的。它稍微便宜一点，然后上次买的一块8块多的，这个一盒多了一点点，再少一个，吃一次正好。这个好像多了，因为8块多的那个少一个。不过这个是，榴莲是热性的，不过是热性的、冷性的。如果要吃的时候，真的是控制不住，要去买这个。榴莲吃确实是好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会越来越喜欢的，刚开始不喜欢。我拍成视频传上去是不是就是你们看了以后也会有那个感觉要去买来吃。以前啊，我们中国那个电视的广告有一个德芙巧克力，它那个放那个广告的时候，那个点正好是什么，就是要冬天了，开始冷了，大热天你去放巧克力啊怎么的，就感觉哦太热了，会化掉，会想这个问题啊。然后他到点的时候就是又是放德芙巧克力，哎呀一放嘴巴馋得不得了，就去买那个德芙巧克力吃，浓浓的香得不得了。所以看视频看那个广告，一看到哇这个好吃想吃，就看了就去买。如果说不放想不到就不会去买来吃，就像这个榴莲一样的。有的超市是15块多嘛，然后我在想哇也太贵了吧，现在看到那个中美超市一直是11块多，我就时常会去买一盒，就特别想吃，我情愿吃榴莲就是不吃饭，就是这样的。还有无所谓，这我就觉得好吃啊，不能天天吃，因为是热性的东西。你就是过几天再吃，好，一个礼拜才吃一次。这一盒我买的紧了，前天吃过一盒，但是刚刚出去的时候一忍不住拿了一盒，拿回来就馋得不得了，就想吃。希望你们不要学我啊。
一个礼拜吃一盒大概可以吧。到底怎么样的热量？反正就是不要经常吃。榴莲也是说是水果之王吧，我还买了几个橘子，今天那个橘子很便宜，他说是那个199，也是中美超市的，但是刚刚洗的时候把上面的那个绿叶掉了，非常漂亮，很漂亮。199我还没吃过，我拿回来都洗过了，看起来红红的，我不知道甜不甜，买了几个，还有几个放在那里。哎呀，这个还有点杠子，因为橘子是吃感冒对吧，防感冒。上个里面买了这个199的苹果小的，然后烧水果茶，你知道吗？就是我的一个朋友说，哎 ，Mary 啊，你不要把皮扔掉，就什么什么，苹果皮啊，梨皮啊，烧水喝。我想想倒也对哦，那再去买一点甘蔗，我们法拉盛现在开始有买那个甘蔗了，甘蔗的根啊，肯定很甜的，像甘露一样的。然后甘蔗的那个根啊，是不是啊，放点那个苹果皮啊，然后梨皮啊，通通扔进去烧水果茶嘛，对吧。好了，我现在开始吃那个榴莲了。好吃，橘子放起来，橘子不吃了，橘子应该也是热性的，一天吃一个。哦，早上喝咖啡喝牛奶的人不能跟橘子一起吃，因为牛奶跟橘子是起化学作用的，所以要分开的。牛奶早上喝过了，橘子放到下午。晚上喝牛奶之前也不能吃橘子。昨天还买了一个叫什么核桃，就是中国的那种核桃，然后它里面泡了很多香的东西，剥出来的肉是很脆很香的，但我就觉得这是泡进去的香味，也是在哪个超市，哎，反正现在这个超市里面都有，我把那个口袋都扔了。这个手剥的很薄的壳，这样剥开就可以吃。我觉得那个香料不对，太香了。那个壳剥下来以后放在那里还很香哎，什么奶油味的什么的，哦哟，香的嘞，真的是吃不消。这肯定是香精，我觉得还是不要多吃。好吃是好吃，好像是8块多一包，没几个。25、26个核桃，8块多，这个肯定是香精，劝你们少吃啊。那个那家核桃，如果听到我这个视频，他要骂我了。真的，我觉得还是原汁原味的，自己炒那个核桃露的话，放点盐，跟糖一起。炒好了以后，那个糖跟盐，浇上去再收干，那个已经很好吃了。所以我就觉得不要吃香精的东西，现在化学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好了，太多啰嗦了，我应该把那个壳慢慢扔掉，拍给你们看才对，现在已经扔掉了也没办法。好了，吃这个榴莲，榴莲是没有添加剂的，原汁原味的。好了，今天的这个视频
非常简单，就那个榴莲拍给你们看，说点啰里吧嗦的事。好了，下个视频见。